直在吃这些垃圾食品，怪不得会肚子疼呢。我有办法了，别吃了吧，垃圾桶，我得先把这些垃圾食物给清理掉。太好了，终于不用再吃垃圾食品了。我要给布娃娃吃一些健康的食物，别我感觉好多了。再来一点水果，多吃蔬菜水果，身体才会变得健康呢。我感觉我恢复了。小朋友们，不可以吃太多的垃圾食品还有零食哦，不然现在会受不了的，你们知道了吗？太好了，我的肚子不疼了，谢谢你小主人。可是我的眼睛和牙齿也好痛啊。布娃娃，我这就帮助你。我的眼睛好疼啊。你的眼睛也受到了损伤，我来看看是怎么回事。你们不要再跟着我了，我的眼睛好痛啊。快看我呀，你不是最喜欢我了吗？对呀，快看看我们。不要，我不能再看手机了。原来是这样，看我的。别，布娃娃，你需要用滑板来运动一下，运动的时候手机就没办法围着你转了。太好了，这下手机不会再围着我转了。布娃娃，你以后要多运动，少看手机，这样你的眼睛就不会再痛了。我知道了，谢谢你帮我治好了眼睛，可是我的牙也好痛。布娃娃，跟我来吧。我好疼啊。怎么这么多的细菌？那是因为布娃娃吃完糖果没有刷牙，所以我才变成这样的。原来是这样。别，牙刷牙膏，你们快去帮助牙齿恢复健康吧。好的，细菌蛀牙不要跑，看我的厉害。啊，看我，我还会回来的。呵，这一下我就不痛了。布娃娃，你以后也要记得好好刷牙，不然牙齿还是会再痛的。我知道了，主人，我以后一定会认真刷牙，爱护好自己的牙齿的。真是太好吃了。贝尔姐姐，不可以吃这么多的垃圾食品的。为什么？是这样的。原来是这样，我知道了，我不吃了，我这就去刷牙。小朋友们，吃太多垃圾食品会给心脏造成负担，一直看手机眼睛也会痛，饭后一定要及时刷牙。你们有保持好习惯吗？有的话就在评论区告诉我吧。喜欢我们的视频的话，记得点赞关注哦。